这英雄联盟吧，你要是前中期，它属于一个人的游戏。你要到都六神装了，这就不是一个人游戏了。那一个人，他怎么的，他也就六格装备，他操作再猛，他也没办法，他硬件也搁这摆着。先跟着鳄鱼打一打，你只能尽可能的把优势扩大一点，知道吧？早点结束游戏，这就是一个人的游戏了。啊！欢迎大家！谢谢猴哥，今天无敌了嘛？这飞机儿，别的我不知道。现在啊，还有两分钟开奖。只有四个人参与了我们直播间的抽奖啊，一个飞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顺便今天我们是双倍亲密度与双倍的上限，比超级粉丝团多了0.5倍。谢谢忌惮如风的飞机，五分之一了啊！抽一下，我平 A， 抽一下 ，B A， 再 A， 平 A， 平 A W， 接个抽，回家。俺们家沙扣掉线了，沙扣还有一分钟了啊，最后一分钟，一个飞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沙口挂机了呀，沙口。看看啊，谢谢猴哥今天无敌了吗的飞机，大家有大气可以来点大气，我们还差点送礼人数，还有20秒就开奖了啊，前面送的飞机可以后面补一个试试运气。一大波兵进塔，为啥回家？没进塔，啊，没进塔。谢谢亲叔叔的三个飞机，谢谢忌惮如风、Make a Kin 和搁浅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插了。抠错人了，居然没抠到鳄鱼。A 接抠，来人了，来的真好。平 A 干哈呢？这俩人啊，鳄鱼先死，然后你也得死。我刚才开大的时候，我是不是抖了一下？哎呀，有个车没补着。挺难受的。潘森进草干嘛呢？这你得问他呀，我哪知道他进草干嘛呢？你看，他想拉小兵仇恨呢。
那鱼搁前面呢，那没用啊。哎呀，我这背有点疼，我这背，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三项的被动要是改一下就好了，三项给它改成10%的冷却或者5%也行。神话被动攻速高了其实没啥用，再打吧，这货！回家吧。如果我们想吃打皮，那这波就推；如果我们不想吃打皮，我们就控。控一下。碰一下基本上他已经没法玩了。杀扣2级，杀扣杀扣其实可以来吃点我的弓箭。哎呦啊，龙还是我们家的，还行啊。泰坦一个人去就行了，刚才这个此地武艺九流。Shut down。没人。快跑吧，杀口！我多么希望这一波对面的老头家薅着可以过来。打老头吧，不知道能不能打得死啊？哎，我应该在临死之前补他一个石头人儿，知道吗？把石头人给补了。150-300，不合适。我300赏金，我一人整你俩，那薅着也不肥呀。那薅着咋那么不菲呢？正常来讲，薅着这波应该上来给我来个5-700的，赏金太少，不太行。别再出三项，不出三项出啥呀？没有出的，没什么好出的，其实。出三项没得出了，你都有红 buff 你都不敢打呀？你咋那么弟弟呢？打下玩吧，去中。老头原来是中单呐！哎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我得转了。哎呀，蓝惩戒，我靠！假装往左走，其实往右边走。哎，这小子知道我上哪找他去了。鳄鱼又支援来了，鳄鱼，宁配支援吗？宁，啊？
抓头，给我把他杀了。先打老头啊！大了，不上了。这咋一个都没打死？玩的咋这么烦呢？你吼什么？啊？这塔皮长本事了，小伙子。我让你好好补兵，你却不补。取经才是重中之重。天灵盖给你敲碎。不是，刚才有个弹幕在那说，哎，这九头蛇咋这么贵呢？天，好贵呀！啊，不想出黑切，这样吧。打个红，带俺问问土地老儿，怎么没有？刚才有。先打个小龙吧，你在干什么？右边团战好看不？好看你就多看一点。你们可一个都走不了，我告诉你们，谁也走不了。今天老头喜欢给别人套道，来，鳄鱼。多少级卡特？八级卡特啊！卡特说拜拜，卡特能拜拜吗？他拜拜，他没走了。现在有个问题，是要上路的兵，还是要个蓝 buff？ 还是要个蓝吧？一个蓝 buff 加个蛤蟆，再加个三棱，我估计应该能抵得了上路这波兵。老头没完了是吧？老头，我是不是得打老头了呀？啊？再打个蟹吧。
老头有低保，我不讲武德，来偷袭69岁的老头。上高地了，没有人管，可真是上高地了。这皮肤 W 有特效，我马上人还是有点多的啊。这能死不？我估计够呛，给我点盐了。5个人儿，啊，5个人儿，可恶！先刷卡色，好，薅着。薅着，对面剩一个。我猜人家高地队友不给压力，必装我。队友给压力了，队友不搁中猜呢吗？那他们还是抓我。这跟给不给压力没啥太大关系，这就是要抓。我看看出个什么东西能。咱们给个舞台啊，我看一眼。这可以。嗯，这样可以。来一个死亡之舞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既来之，则安之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俺老孙正等着呢。呀，九头蛇就要100块钱，那你要我那合成费干嘛呢？真是，你白送我就得了。大喊问问，合成费才100块钱。来吧，我接受你们5个人的挑战，上。小龙打了，上老头儿，来出来，远一点，对，在这儿，好，对了，这潘森怎么不给大呢？我就先骗那老头儿一个大，老头儿连大都不给呀。不过也确实给了也没什么用，给了也等死。我们家队友来了，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你要看我穿婚纱，去看猴哥观察室吧。啊，6点钟跟你们一块看，自己先看一看吧。猴哥观察室。嗯，此地不宜久留。
我都没想到这鳄鱼敢双翼出来，他是不是觉得旁边有个耗子他就能为所欲为了？那耗子在我们这里不是也得死吗？给我打老头儿，不打了，哼，我让你大白放杀耗子，来最后一个翻身吹波扣，给我减速是不是？想杀我？那是不可能的。抽一下，别拆了，杀杀人吧。